语文教室生活律动的儿童课程，我们希望透过不同的感官的刺激，帮助孩子提升他对世界的好奇心以及想象力。孩子他非常自信地表现他当下的感受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除了舞蹈之外另外一种艺术性感受性的培养。我很庆幸我们那时候选择云门舞集。云门教室就像一个小舞台，当你有机会给孩子一个小舞台的时候，孩子他们的舞动不只是手的动作跟脚的动作，他其实很多时候是心的动作。